獅子山下的製作除了認真寫實之外，取材亦都與時並進的。踏入80年代，隨著生活和教育水平有所提升，年輕一代追求的已經不單止是有沒有書讀，能不能夠吃得飽，而是對理想的追求。面對年輕的觀眾群，獅子山下的製作人亦都為劇集深入青春浪漫的元素。喂，健仔，今日狀態點啊？飛唔飛啊？唔係啊，健仔，佢以前讀聖方濟斯嗰陣跑聯校運動會都輸俾你啦，使乜驚佢啫？係啫。但佢而家轉嚟我哋間學校讀人文交流校隊，又唔肯跟李 Sir 練，都唔知佢想點。Set.
李 Sir。送俾我嘅，呢对鞋睇嚟唔啱我着嘅。唔系啊，我想暂时同我保管住先咋。想跟我练有条件嘅嘛？我想加入后队啊！你谂嘢谂得咁简单，点做运动员？我训练任何人，唔系净系佢想成为 superstar 咁简单，我要发展每一个人嘅潜质。李 Sir， 听住，如果你有任何虚荣嘅念头，就会急躁，结果就会一败涂地。如果你真的要跟我练的话呢，一定会听我说话，照着我方法去做。不过我有条件的。好、我要跑15秒4以内。你对自己的要求似乎低了一点。那是你去年告诉我的，你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田径运动员，到30岁都不会停下来。运动不是一切。那么什么才是你的一切呢？我只知道运动不是一切。也许到了香港以后，我会发现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你还没有肯定？世上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呢？我可以肯定，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田径运动员，可是到了香港，我还年轻，有这么一个机会去看看这个世界，我绝不会放弃的。那么祝你一路顺风。告诉我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样决定？希望你成功吧。谢谢你，这里的一切我绝不会忘记的。
李 Sir， 我谂唔使剪咯啩。我认为运动员唔应该留咁长嘅头发嘅，少少表示决心嘅事你都做唔到。我谂冇咁必要啊。好，随便你。剪短头发咪几好睇？江宏，你喺处做咩？我想试喺栏啊。咁你咬啖睇好唔好味？李 Sir， 我话俾你听，喺唔适当嘅时候，屎啲味就系苦嘅，相反就甜嘅。你拣边种啊？但系仲有两个星期就系联校田径比赛咯噃。我今日挖出你咩？点会咁嘅？冇理由嘅喎，而家啲分已经咬到咁紧啦，连江宏都唔出，牙烟啲喎，连一汗都冇，接佢把难，佢点样拎到啲分噶？系啦，李 Sir 宁愿出我都唔出佢，都唔知佢点解嘅。其实江宏快过我噶，咦，江宏啊，喂，江宏，拜拜，拜拜。李 Sir 搞乜鬼噶？点解唔出你嘅？咁咪好咯，你系少个对手。唔系噃，我都好想同你玩下噶，睇你就训练你成点啊嘛。
哎，江文，江文，点啊？死啦！咁点算啊？咁就要靠你啊！靠我？江云，有啲事我想你帮下手啊。咩事啊？冇，咧我寻日啦扭亲只脚啊。我唔识依次打噶喎。唔系啊，我想联校运动会，你帮我出赛啊。算啦，李 Sir 知都唔掂噶。唔系啦，攞分紧要啊。其实你都想同健仔玩下啦。喂，李 Sir， 系啊，我今日有啲唔系几舒服啊，伤风咯，我谂我听朝都系跑唔到步噶啦。哦，我会睇医生噶啦，拜拜。江云，
想跑到连钉鞋都唔着？而家你可以话俾我知，你到底仲想唔想跟我练？如果你唔想嘅，呢度个栏任你冲过去。我一直唔俾你继续练，系因为你仲有好多基本嘅功夫仲未做足。如果你急功近利嘅，只要你练翻个星期，你可以跑到十五秒八九成绩。但系只此而已，你永远唔会再有进步。如果系咁，呢对鞋我亦都唔打算同你保管。如果你仲想继续跟我练，仲想做一个完美嘅运动员，就要保证有控制自己嘅能力。呢啲栏会一直摆喺度。如果你真系想继续跟我练嘅，你就要保证一次都唔可以跳，直到我话得为止。但我已经跟你练咗成个几月噶咯，点解反而仲慢咗？慢咗嘅原因有好多，最简单嘅就系你仲未适合比赛。如果唔系为咗比赛，我咁辛苦练嚟做咩？运动嘅最高层次唔系净系比赛咁简单嘅。抵佢咩嚟噶？我同你抵佢。Hi， 有冇人想睇五点半嘅 Fast Dance 啊？喂 ，Michelle， 喂，呢度啊，个个话佢啊，知唔知啊？咁几辛苦买成两个几钟头先买到飞咋？一定要睇噶，最好啊，最好劲噶，干嘛？李晨，一阵五点喺房间室等我。咩事啊？我帮你借一套国际田径选手嘅影片，记得嚟啊！我谂我都睇唔成五点半噶啦。咁算啦。啊，不过咁啊，我哋可以睇五点钟特别场噶。系咩戏啊？咁啊，點同咧？睇個就知。李 Sir， 我等晚 Michelle 嚟睇，你唔介意啊嘛？你唔帶埋街邊買豬腸粉個七嬸嚟睇？我諗我都係先走先。對唔住。拜拜。我唔想多个人喺度分散你嘅精神。有冇发觉佢有咩唔妥？佢跨栏嗰阵只脚跨得太过高，如果稍微低啲咧，会快啲，成绩会更加好。
过生日未啊？过咗几个月啦。我离开省队嗰年都啱满咗18岁。系啦，点解你要走啊？如果系你，你就唔会走咯。我点知啊？我又唔系你。我以为嚟到呢度咗就忘记运动嘅事。总之你走得几耐几耐，有啲人走到40岁仲走得，而我就只系跑到18岁。跑到40岁，到时或者已经结咗婚、生咗仔，仲有啤酒肚添啦。系你嚟噶？唔系，系你嚟嘅。我？你究竟讲乜嘢啊？你话唔似你咩？条链。以前我同你一样，好好胜，比赛一定要赢。后屘教练又送咗条链俾我，叫我戴住佢，永远记住佢说话。结果我冇令到佢失望。点啊？仲有跟你上练啊？都就嚟考试啦噃。其实练试两三个礼拜都唔会有啲咩影响啊，但系出啲任务要影响就大啦。你入嚟系为咗读书啊，唔系练跨栏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觉得时间分配得好，应该冇问题。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好唔好啊？其实你想跑赢我，一啲都唔难。但你想赢埋你自己，就唔系咁容易啦。等考完试之后，我一定会同你跑过。我哋好耐冇一齐饮茶啦，嗬！你仲系跟阿李 Sir 练跑啊？我哋有 study group， 有咁多次 meeting， 你都冇嚟到，就快考试啦。你即系 mock exam 又唔系考得好好，不如唔好练跑啦。你一个月过做咩啫？
都系问题学生啊！我自己识谂噶，你咁多事做咩啫？成绩唔好系我自己一个人事，其实咁咪仲好，你哋少个对手啦。对唔住啊，你啊同佢越嚟越似样，一模一样，成一个饼印咁。你讲咩话？即系依家唔系咩嘢话错你啊？到底发生咩事啊？系咪精力过剩啊？无端端同人打交？李 Sir， 呢一条链对我已经冇乜用，我哋跨栏。已经冇晒兴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乜嘢都冇兴趣，你只系对赢有兴趣。你根本就冇诚意跟我练习，因为你从来未听过我说话。我冇诚意。好，就算我真系谂住想赢，咁有咩唔妥？有边个人参加比赛唔系谂住想赢啊？睇嚟你都系精力过剩噶啦。所以我操练得你唔够，你跑散会啦。唔使问，你后生嗰阵时就咁噶啦。李 Sir， 我系江宏，你睇真啲，我唔系后生嗰阵时嘅你。其实已经过了十几年噶啦，你以前做唔到嘅嘢，我唔想帮你做。我哋唔同你，你以前喺国家队，咩都唔使你。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只是识练跑，但是现在我们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，我们要读书、交朋友、做事、结婚、生仔，我不可以浪费时间练跑，或者我是太现实的，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李 Sir， 运动不是一切，运动只不过占据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对不起李 Sir。唔知道你嗰个 study group 仲俾唔俾我加入咧？梁仔，系，变咗，就见你答得咁快，好似好掂咁喎。诶，乜掂唔掂啊？拍成嘅表先你知，点啊你？几好啦。定啲嚟啦，你十二咧。喂，江宏，考成点啊？啊，系啦，我记得你应承过我，下阵时同我比赛噶噃。好啊，
听日得唔得？你小心啊！今次我唔会输俾你嘅。你放心，我连同你平牌机会都唔会俾你噶。咁啊点啊？赢咗啦，咁又点啊？点啊？准备好未？自己练成点啊？上次对唔住，而家我都系发觉你长头发好睇啲。系咁，继续俾心机练好啲啊，李 Sir。你听住得唔得闲啊？咩事啊？你会唔会去运动场啊？我谂趁我未有啤酒肚之前，爬翻旧本。会，我会，我等你。